Movie Movie 本周推介，星期五，美国独立导演詹詹姆士经典作，朱尼特普型格演出，失业汉意外杀死一夜情对象的前男友，展开一段惊险的逃亡旅程，离魂异客。星期六，纽洛优尼以14岁之龄荣获康城史上最年轻影帝，单亲妈妈突然离家出走，大仔带着三个细佬妹可以怎样生活呢？谁知赤子心。星期日，回想我们一同拥有的家庭时光，烫热英屋和谐背后的暗涌，每个家庭都不是一加一咁简单。盛夏时光 ，See the world， 只在 Movie Movie。